将军鱼港因为地理位置良好，常常吸引真侪爱钓鱼的民众前往。为着要来提供搁较舒适一个钓鱼的空间，将军鱼港将一个钓鱼的环境重新来做设置，除了讲增加这个会当清洗的设施，嘛增加了监视器来增加安全。不过因为这个设施哦，拢是经费争取来建设，好用咱的民众要前往钓鱼的同时哦，嘛爱来维护环境，遵守着管理的规则。将军鱼港钓鱼区对开放以来，持续打造完善的环境。基础新增加的设施，除了有清洗区甲便所提供民众使用，也设置监视器，互来钓鱼的同时也会当保障安全。咱今日将军鱼港吼，咱为着要让咱在钓鱼吼有一个真好的环境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本来伫咱将军鱼港的南堤遮吼，咱就有350公顷的这个垂钓区，那。这已经从1809年的设置到即卖吼，啊，咱每年拢有增加一寡设施吼。遮好个所在，提供给咱的民众，无论是讲你兴趣要钓鱼，还是要来看海，将咱将军鱼港当作一个观光休闲真好个所在安尼。将军鱼港只是将环境升级，除了增加设施以外，也规范相关注意事项。虽然你来钓鱼毋免申请，毋过为着民众安全，伫日头落山了后到日出之前。钓鱼区拢无开放予民众前往。咱来遮钓鱼啦吼，阮也有一寡规定吼，就是讲你个设备，当然吼为着安全吼，最好是咱穿个鞋啊吼，袂骨个吼，莫讲来遮啊为着钓鱼吼，啊咱嘛是爱注意咱大家即个安全吼。啊咱遮吼，阮因为设备也袂讲真完全吼，啊所以暗时啊咱就禁止民众吼来遮即个垂钓。所以以上吼，在注意的项目吼，请咱民众爱配合。将军鱼港因为鱼仔丰富，吸引真侪钓鱼的民众。所钓除了欢迎民众前往享受钓鱼的趣味，也呼吁大家钓鱼的同时，也要爱惜公务使用。记者沈梦古博义，将军区采访报道。